第一步运八卦，八卦在我们掌心，以掌心为圆心，掌心到中指的三分之二为半径，在这个弧线上，用手指压住以后啊，进行运一到两分钟，具有宽胸理气、止咳化痰、消食导滞的一个作用。第二个穴位啊，清肺经，肺经在我们第四指末节的尖端，从指根到指尖成一直线，推的时候呢，从指根啊推向指尖，可以连续推啊两到三分钟。第三个穴位呢，清肝经，肝经啊在食指的末节，从指根到指尖成一直线，推的时候呢，从指根推向指尖，推一到两分钟，具有清肝泻火的一个作用。第四个穴位呢，做我们的小横纹，小横纹啊，在我们二、三、四、五指掌指关节啊结合部，推的时候啊，来回操作，具有一个化痰止咳的一个作用。